比如说像体操运动员的话，可能平常最需要这个锻炼的力量是什么样的一个力量？其实平衡力量嘛，我觉得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单腿起，我觉得就是非常管用的。然后我要给大家示范一下吗？单腿起。对对对对。什么样？它其实不是单腿起，它就是主要是有一个这种这样，然后缓慢的在拉直。对，然后看起来好像挺简单的，很简单的样子。但其实它是需要一定的控制能力的，越慢越好，然后两只腿都练。对。是吗？那你能教教我吗？对，它就是单腿这样，手去摸自己的脚，后腿要翘起来。然后这个背部尽量保持平，对，然后再抬起来，对，然后脚要前踢，抬这个腿吗？哎，对对对对对，然后这样重复的做，对，但是这儿背部一定要是直的，对。是，看起来是挺简单的，我一直在抖。对，我这种是不是属于平衡力比较差了？没有，你这种算好的。我不敢在你面前说这种话。